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何珊。这一把你一定要奋力一搏，这一把你一定要一把抓。今天令各位非常不可思议，本间 K 线的关键点位又一模一样，就定在那个地方。收盘数字稍后各位可以跟我念一遍。我想巧合的是可能只有一次两次，但是大家看我的节目，真的，珊珊，你会预见未来吗？这所有的一切，让我们看下去。这一把，就这一把，全力抢攻，全力抢攻，我们一起攻到年底，给他冲上去啊！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个行情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这一阵子你们天天看我的节目，我都把行情讲在前面，结果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？请看金玉满堂，让各位财富满满。到底谁是金玉满堂？今天的表现是如何？就是这副德性。早上特约管有贴，到了收盘又飞到外太空。金玉满堂今天持续的喷出收最高，稍后我们来公开见证。在要公开见证的当下，先请各位来见证，请看。珊珊可以预见未来吗？这个预是预测的预，没有，我完全依照本间 K 线及本间中九的客观精神。今天收盘价17660，昨天12月14号给各位的关键价17660，今天收盘奋力一搏17660，这所有的一切是巧合吗？我只能跟各位说，一位用心的分析师，有没有功力的分析师，大家自己去评断。但是珊珊不是要跟各位说我有多么神准，我只是希望把我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让我们再一次看下去。昨天这种格局17660，今天收盘真的抖来抖去就是收17660。预见未来，我事先都跟各位评判好了，金玉满堂稍后跟各位公开见证。在这一段的辛苦过程当中，我希望有各位的参与，你绝对能够天天一直赚。我有两个粉丝官网，你一定要加入，一个 LINE， 一个 Telegram。 LINE 是小老鼠 QQ33， Telegram 是股市富千金或 QQ33168， 你都可以找到我。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 的部分在首页，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 图 PO 文，还有一个快捷图示，你要收听广播收看 TV 直接按的把你连结了。至于 Telegram 的部分，盘中及讯息盘势演变个股的操作，李周 TV YouTube 节目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。今天让各位啧啧称奇，请看今天大盘在本间 K 线的昭告之下，真的收关键价一模一样，一点都不差，并且收了红 K。 昨天我怎么讲？昨天12月14号我跟各位说，这根 K 线它是破档下跳空的大阴线崩落，所以我必须给各位关键价17660。昨天我有讲过，我说今天不宜跳空，今天是开低，但是没有空方缺口，也不能再收黑，否则形态会转空。就是因为我讲了这个形态，结果大盘今天不敢走这个形态。而我昨天第三点请各位好好牢记在心，我说最好站回关键价一收红。昨天我给各位17660，
收盘就17660，收盘就收红 K。今天大盘开平低，它并没有空方缺口，平低抖一抖，我说不能跳空开低，今天开低，现在昨天那根 K 的里面抖来抖去，抖来抖去，越抖越高。而今天这个权重股台积电还好，刚好又收600元。今天台积电并没有气息卖压，是一件好事。而今天抖来抖去之下，中场收了这个数字。而今天这根 K 叫做反托轴涨 K， 昨天大阴线崩落，那么我跟各位提到过，一个空洞悬了一根大阴线崩落，如果次日再跳空，形态转空；如果次日再收黑，那形态转另外一种更糟糕的格局。所以先站回关键价，一收红17660，今天收盘就收17660，真的收红了。看下去，今天在惊恐中出现了惊艳的行情，每个人都害怕这个行情是不是又要出现什么样的戏剧崩跌，但是越看越惊艳，这个行情后来既然能够翻到红盘，还站上本间 K 线的关键价。今天行情由于内资当道，燃起了台股的明灯，而光今天这个形态叫做明亮星。台积电在明天要除息了，但是并没有见到气息卖压，这是一件好事。而昨天我跟各位说过，这边有一个上面的空方缺口，然而今天第一天了，它没有补，希望明后天还有两天，再给它两天的时间，好好的去把这个空方缺口给它闭了。而明天继续守这个关键价，行情一去不回头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每天看我的节目，每个人都很惊艳，也很惊讶，为什么数字关键价都一模一样。我说过，保持心平气和，自然就能够预见未来。但是了不得的事情，请各位看下去。金玉满堂，噔噔噔噔，这张图在盘中分享给所有 Telegram 的粉丝。我说金玉满堂坐火箭喷了，当时大盘在这里，金玉满堂在这里，而大盘早上抖了这一波，金玉满堂始终都在红盘之上。金玉满堂是谁？我们倒数3、2、1，一模一样，它就叫做豫创。其实金玉满堂这个名字就是股名，金跟玉加出来就是豫创的豫。我告诉各位，金玉满堂就是告诉你，不但有金有玉，还要让你创造财富。今天各位都看到了，珊珊做到了。我们再倒带同一档，对，今天滚量到10万张，大脚总是喜欢来三三加。金玉满堂直接喷出10万张，大脚喜欢来三三加，天天都喜欢来三三加。各位都知道，三三分析行情非常的客观。这一段我怎么金玉满堂怎么经营，请看12月14日，昨天盘中。这张图有没有贴在 Telegram 上面，对不对？我说大脚都来我家，而且昨天的节目这张有贴出来，我说这个图跟昨天的大盘走势完全相反，大盘向下沉沦，我的股票已经往上点火，它金玉满堂大脚全部挤进来。结果12月8日，我说过这张股票收敛末端，邀请有人来爆赚喷出段，如今看来，珊珊真的很有智慧，喷出大阳线奋起，擎天一柱格局，元宇宙概念股，立即型记忆体，高速传输 AI， 2D 3D 全部包了。看到这一段的过程，
有没有想想，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，有多么幸福？坐在轿上数钞票的感觉好好哦。今天很多大脚都来我家帮我抬轿啊。我常跟各位说，一档股票必须用你用心去经营，你才能够赚到所有的利润啊。当你昨天害怕之际，我们的股票在滚了。今天更不用讲，当你早上还害怕大盘杀盘，我们股票继续喷。再看一遍，金玉满堂，我已经秀给你们看，与众不同。结果今天你还来得及啊，今天直接滚到十万张。你昨天买今天买都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买，行情喷出就能够赚到钱，是吧？这个我也不吝啬的与所有的粉丝分享。我讲过，一档股票最珍贵的是它的筹码。你们明看暗看，不是会认为珊珊很有脑矿吗？金玉满堂，金加玉就是玉创的玉，金玉满堂让你能够创造满满的财富，各位说是吧？希望下一档有各位的参与，请看。这张股票很多人都要一只，要两只，要三只，要四只，没关系，不要再帮我抬价了。这档没有赚到的没关系，这一档梦想起飞，来来来来，梦想起飞。哎，这张股票有含义的，三大法人全部挤进去了，金头发、红头发、黄头发、蓝头发、绿头发全部塞进去了。为什么？赶快霸占，请看三大法人同买股。这一段洗了很多融资，融资又被洗出来了。这张股票梦想起飞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，也希望有各位的用心经营，你真的能够成就你未来的财富。这档股票法人都进去了，珊珊鼓励大家赶快进去，因为这档股票准备如同箭头这样喷。因为这档股票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洗了融资，洗了散户，但是筹码全部被大脚捡走了。之前这档股票没有赚到的，这档股票郑重跟各位推荐，梦想起飞，逐梦踏实，你一定能够成功。想要赚标股的不用吝啬，赶快来珊珊家。接下来棒棒糖、蜜蜂、蝴蝶喜欢来珊珊家。对啊，早上给你机会啊，你又不买，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又拉上去了。昨天滚量 2.3 倍攻，不要忘了大盘崩跌，我的股票继续喷，若是标股蜜蜂必来。12/13号告诉大家，不要看它鸟鸟的，看它鸟鸟的哦。我说集团股要点火，你要不要相信？这张股票要动了，你要不要相信？结果昨天啊，今天哇，天天一直赚呢，你要不要天天一直赚？一定要的哦。接下来看到这个过程，有各位的参与多好。你看哦，这边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低档并列，对吧？低档并列，低档并列，昨天拉出一个中长红，对不对？对哈，我连技术分析都教你了，滚量。哎，又上去了。看我节目多好，能够知道标股，还能够知道技术形态，还能知道谁在吃货。对啊，不然你看来这里，我告诉你要点火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去了，赶快把握当下，抓住机会。接下来这个第三代半导体，恭喜买到赚到。我昨天问你老神在在补货没啊，今天呢？诶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是不是买到赚到？为自己掌声鼓励，希望各位能够天天一直赚。接下来第一档运出反转讯号，我连技术分析都教你，这种节目去哪里看？第一档运出反转讯号来做见证，请看。
真的没有低点了。我跟你们讲，逢压回就要买，逢压回就要买，结果，哎，真的哎，我的节目要推广给所有亲朋好友哦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我连技术分析会教你，你是不是要给我掌声鼓励，还要竖起很多的拇指？但是重点是，请看，今天这个线明亮星，真的没有低点了。我是告诉你吗？这种讯号准备反转，你们都看黑黑不要，本间 K 线视为宝哎、欸。相信了吧？接下来，你看这个稳茂啊，大熊啊，要爱护国宝啊，它涨了好几天了，今天跌一点点，当然没关系啊。哦，看跌就杀，然后涨了就要追。330、340、350、360有没有买啊？有买的，他舍不得卖嘞。倒数计时四多多，你看这个图，底打完了对不对？当时在这里，我告诉你要买，你不买。结果破档上跳空，留一个多方缺口，然后这边大家都说要崩盘，结果这边就形成一层，现在要往上面，你告诉我这什么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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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，那每个人都说图很漂亮了，对哦，啊图做成谁看不懂？请小朋友拿那个画图笔来画，都很漂亮了。但是我当时就跟你们讲，中股票是未来产业，未来主流，你就要霸占好，对不对？接下来。你看，这边再留一个多方缺口，进行另外一层。现在这边走这样的斜度的轨道，而这个地方只要突破这里，不用讲了，就是往这边迈进了。以后这边高点不是高点，这边高点不是高点，这边高点也不是高点了。你看这个底多漂亮！我讲过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好好的布局，好好卡位，后面等赚喷出段嘛。大家看出来那点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图做成谁看不懂？所以啊，要好好把握当下。接下来，这个沙琪玛，啊你补货没啊？昨天呐、啊，12月14日，大盘重挤，量缩下跌。我告诉你爆好，这张股票，我告诉你量缩下跌爆好。你要不要报？我不知道，但是，哇，没有低点呢，直接喷了；没有低点呢，直接涨了。沙琪玛，肚子饿的要看过来。你货补了没？啊，如果你们要集体团购，也不打折了啦。沙琪玛，等你们好久嘞。现在很多人跟我集体团购啊，啊不打折了。对啊，我请你们赶快来赚啊，不要去追高嘛，把追高的成本换成我有效的讯息，是不是比较好？今天每个人都说33股票好厉害哦，更厉害的在后面呢，请看。梦想起飞，有梦最美，逐梦踏实。这张股票郑重推荐，继预创之后三大法人同买股，欢迎搭轿，赚钱专线，自己好好把握，霸占商机。你才能够暴赚喷猪段，有缘分有福气，大家一同来努力，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